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了，我都已经结婚了，哪里去谢谢你啊？你没看见我倒水吗？还往上面凑？我哪知道你要脱水呀、啊？喂喂，还在听吗？没有。小月，这谁在电话里？你声这么大气？你管他是谁，还不快去换衣服？ 喂，姐夫，你和我姐在一起吗？哦，没有，怎么了？姐夫，我手机太卡了，你借我点钱买个新的呗。哦，这样那行，那我一会转给你了。还是姐夫最好了，你告诉我姐啊，挂了啊。阿米，你是不是把钱给我弟了？没有啊。你还想骗我？把你手机给我看一下。 谁让你自作主张的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他的事情你别管。你是我老婆，他喊我一声姐夫，那不也是我亲弟吗？你家住海边吧？我的海子很宽。我去拿个快递。 小玉，这些钱怎么又退回来了？你是不是说了他什么？不然呢？你给他钱就是好心办坏事，都不知道他买手机拿来干嘛用。那他是拿去干嘛？你现在马上要上高中了，他现在成天窝在家里玩手机游戏，再这样下去，人都要废了。啊？那这钱他是？我让我爸带他去工地体验生活了，没想到他一个小时就坚持不住了。 我跟他说，如果他想上大河姐夫一样，那他要点草根活，那就继续玩游戏吧。那你说他就说他呀，拿我做什么比较嘛？谁让你有比较的价值啊？这么说，我的价值还是蛮大的嘛。好。嗯嗯，好。能不能安静一点？你不要去上班。
我试用一个月，我学东西很快的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啊，那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来来，阿敏，今天别干了，下班了。哎，好。你呀，不要都给你老婆了，自己留一点。好，谢谢翔哥啊。哎，美丽姐，上次我让你帮我找到工作，有回应了吗？工资低点都没事。老板娘，这个文档多少钱？哎，你说。还没有回复呢，要不我再帮你看一看吧。啊，好，那就谢谢你了，美丽姐。小叶，吃饭了。以后裤子烂了，直接跟我说，家里又不是没有女人了。来，小叶，这是今天的光线，买帐子买了20。吃饭了，走。等一下，你这脸上是什么？这边。你干嘛？怎么，你俩嫌弃我了？没有，只把它抹均匀一点。走，吃饭去。